在这个图呢，它是一个半圆，center 是在 O。他说那个 ORQ 是一条直线，PQ 是 tangent，所以这一边是90度。OK，tangent 嘛，所以它是90度。然后它的 arc length of PR，这一个我的 PR 的 arc 是 beta。然后我这边我给它这个是 R，radius 嘛。然后 S 等于 R delta 嘛，所以我的 R alpha 等于 beta。题目要我们 express in beta，就是说我们不要 alpha，所以我的 alpha 呢，我就用 beta per R 来代替。接下来有 alpha，我就用这个来代替。然后它告诉我 area of shaded region 这一边是这个，然后它要我们 express PQ in term of beta，so PQ。我就心里想，我的这个 area of shaded region 其实是我的 area of 三角形 OPQ 减掉 area of 那个 OPR，所以我的 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 beta per 二 alpha。area of 三角形的话呢，它就二分之一乘 PQ 再乘 R 减掉。它的这一个area of OPQ，OPQ 是120R² alpha。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个 beta 等于二 alpha 等于 R/2PQ 减120R² beta 等于 R。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个 RR 月，然后我再把这一个搬过来，这个整个搬过来，所以它就会变成了那个什么 beta 等于二 alpha，哦 beta 等于二 alpha 这边我也要处理一下，alpha 这个 alpha 这边也要处理一下，我的 alpha 呢是。那一个 beta 等于 R，所以这一边的这一个它可以越，然后这个踢上来，所以它就变成了 R 等于二加 beta 等于二等于 R 等于 PQ。这一边我刚刚这个是R beta 等于二。约 R 贝塔伯，对，所以我全部一起乘二，然后就可以一起约掉它，然后全部一起除 R，然后它也可以约掉 R，所以在这边我就有我的 PQ 会是等于 E 加。贝塔，就是这样，一加贝塔。